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翻到嚟呢一度，我哋嘅目的就系要去遇见我哋嘅神 ，Amen。我哋喺呢一度，我哋就系要将我哋嘅生命嚟到呈献俾佢，就好似咧喺呢一个嘅罗马书十二章，保罗佢咁样讲，佢话咧系啊，亲爱嘅弟兄啊，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，当将身体活献上，当作活祭，系圣洁嘅，系神所喜悦嘅。我哋咁样嚟到去侍奉，咁样嚟到去敬拜，系咩咧？理所当然嘅。系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你愿唔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呈献俾神啊？你愿唔愿意话主啊，我咧嚟到，我唔单止系唱诗歌，我系将我嘅身体献上活祭，完全献俾你。咁我哋一齐咧嚟到咧去赞美我哋嘅主，我哋话主你系圣洁嘅，我哋都要咧将我哋嘅生命嚟到献俾你，好叫我哋咧同你嘅圣洁有份。最愿意喺当中你带领我哋嘅生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举双手，因你的喜乐是我力量，我举起来敬拜你，你是何等的伟大！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站立高举双手。为我主全能战胜，全地充
们宣扬，宣扬你的圣洁，你的伟大。我们齐声宣扬，要宣扬你的作为。我们齐声宣扬，宣扬你耶稣。我们齐声宣扬，要宣扬你的作为。我们齐声宣扬。齐声宣扬，圣洁归我主，全能真神，全力充满你的荣耀。圣洁归我主，全能真神，全力充满你的荣耀。圣洁归你，圣洁归我主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今天决定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给你。亲爱的圣灵，多谢你，你就是圣洁的灵。你说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你的殿。主，今天你在这里呼唤我们，要让你完全居住掌管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多谢耶稣，你已经赦免洁净了我们。今天你也呼召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命。你说你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。今天藉着圣灵，我们能够跟神的圣洁有份，因为圣灵你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。今天你要的就是我们选择去顺服你，选择将我们的心归你，选择不再偏行己路。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居所，就能够被你去掌管。因为你说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捆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全的破除，你的宝血已经完全洁净我们。今天你叫我们得着一个自由的生命，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不再被捆绑的生命。我们多谢你主，我们愿意将心归你，愿意将心归你，唯有你是配得的耶稣。圣洁主，圣洁主，今何想你来在我心居住，每一处心中每一处全都属于主。圣洁主，圣洁主，今何想你来在我心居住。中每一处全都属于主，就话俾主
听。圣洁主，圣洁主，今何想你来在我心居住，每一处系每一处，渴望心中每一处全都属于主。圣洁主，圣洁主，圣洁主，今何想你来在我心居住每一处，渴望心中每一处全都属于主。罪恶捆绑被你亲手割破，因主深爱着我，感得自由释放。我这心全是你恩典与爱，抛低死去救我，穿起尊贵与圣洁衣装。罪恶捆绑，罪恶捆绑被你亲手割破，因主深爱着我，更得自由释放。我这生全是你恩典与爱，抛低死去救我，穿起尊贵与圣洁衣装。
生全是你一点如爱，抛低死去遗忘，尊你尊贵，你圣洁现在，从十架到坟墓，那我这已被打动，坟墓里圣道至高。我们愿意回转，今天他就要来救赎我们，而且要将这些所有捆绑我们的罪都完全的粉碎，没有东西能够捆绑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完全的自由。今天他要的就是愿意顺服他的心，就是愿意将心归他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赐我们力量去胜过那恶者，赐我们得胜的生命。主，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是凭着
血气去征战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主祂说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带着这个能力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，能够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难阻人认识神的至高的事都能够去攻破，能够将人的心意夺回，都顺服基督。我相信神真在我们的当中，祂不单止要兴起我们，更加祂要兴起教会，兴起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去藉着我们的生命，藉着我们因为顺服神的生命，藉着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敬拜，我们愿意出去去宣扬神的美德，我们能够见到这个世代很多的悖逆的心，很多的难阻人认识至高之事都要被粉碎。主祂说没有任何的营垒是太坚固不能被粉碎的，没有任何的高墙是太高不能倒塌的。是的，就好像昔日当神要以色列人来到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来到围绕这个耶利哥城，跟着他们顺服神，同心合意来到去呼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同样今日无论在我们的个人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，甚至在我们的城市当中，一切这些坚固的营垒，这些的城墙都要因为顺服基督的人而倒塌下来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今日你要相信你的敬拜，相信你的祷告，只要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真是降服的心，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们必定见到神在我们当中成就大事，成就大事。如果你愿意顺服基督的，你举起你的手啊！是啊，你愿意将你的生命来到献给他，你举起你的手啊！你说主，我在这里，我将我的身体献上给你，我相信这一种的敬拜是能够带来极大的得胜、极大的突破，甚至坚固的营垒都要被粉碎。是啊，叫你一切的悖逆都要来到去顺服基督。主，我多谢你。哈利路亚，拉巴西亚，拉巴西亚路，或是破碎，寻觅要见主你面，必得见主的面。仍是基督，仍是基督，流尽血把我洁净，藉着恩典，现我可到施恩桌前。来与主相见，若是谦卑，降服于主的脚前，或是破碎，寻觅要见主的面，必得见主的面。系主，仍是基督。流尽血把我洁净，藉着恩典，现我可到施恩座前，同来与主相见。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聚集于此处。在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聚集于此处，同在同在。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聚集于此处，同在同在。
施恩再次，来与主相见。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系我哋要亲眼见到你主，系啊，我哋相信喺呢一度，我哋能够一同承载你嘅同在，耶稣。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聚集于此处。白昼发亮，呼喊着。
主要今天就是寻找那些愿意信服祂，愿意因祂的话语而战兢，愿意敬畏神话语的人。如果今天你愿意，你就举起你的手，神今天就要充满你，就要兴起你，祂就要你到使用你的生命去宣扬祂的作为，去宣扬祂的真理，要黑暗的权势被粉碎，因为耶稣回来的日子很快啊，很快啊，是啊，纵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物，但是主祂的荣耀要充满在全地，就是藉着你和我，藉着信服的子民，激烈地信服神，不再被藉口，不再推脱，只是单单信服神，行神旨意的人，神就要来到彰显祂的荣耀在这个地上。甚至在我们的城市香港，我们要见到神的复兴临到，神的复兴要临到啊，在耶稣回来的日子之前，神的复兴要临到啊。
相信咧，主佢亦都要提醒我哋，我哋就系胜在神同在嗰个嘅器皿。一个信服嘅生命系去到边度，神嘅同在就喺嗰度。当我哋愿意信服神嘅时候，神嘅同在去到嘅地方，接触到嘅人，佢哋嘅生命都要被改变。就是使用你啊，唔好睇小你自己啊，你是被神拣选的，是被神去使用的，他就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愿意顺服的生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个的生命能够带来改变，就算是几崎岖的生命都要改变，就算是几多的捆绑的生命都要改变，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一切的城墙都要倒塌，是啊，我们的生命就要成为好像大卫的帐幕一样，就是藉着信服和敬拜让圣灵掌管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话语，我们的口就能够说出神的真理，就是我们去到哪里，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认识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当中，我们能够让人听见神的声音。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主祂要让祂的教会来到复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复兴，我们能够被祂使用，将祂的同在带到不同的地方。主，我多谢你，主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叫我们不要看小我们的身份，叫我们不要看小你的救恩。主，你已经洁净我们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有君主的祭司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你说我们是带着你的同在去宣扬你的作为，好叫人的心意被夺回，好叫人能够顺服基督，好叫人能够归向你。再多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多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神话好好听，以色列人经历的城墙倒塌落来，不是因为我们对手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强大，乃是因为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敬拜，在祷告的敬拜里面工作的是神。今天的早上，神同样地跟我们说，我们见到前面的路有多艰难，环境有多恶劣，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不是靠我们对手，不是靠我们做到有多少事，乃是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谦卑降服在神的里面，我们每日的祷告，我们每日的等候，我们每日的去敬拜神的时候，神的工作就会在这里，神的奇妙 的经历就会被我们经历到，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神迹，城墙倒塌下来，今日我们同样地我们会经历到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 Amen, Amen. 好，感谢主。